们在努力悔改，好像也没做错什么事。对，只是多点话吧，只想讲谦虚一点而已。说好不要再耍酷，顽童 MJ16 要开启多话模式啦！我干大事，我干大的，你们一多话是我开大的，大大手飞我干大的，飞不飞也是我开大的。谢谢 KK 吧。怎么唱完之后有一种尴尬的感觉？你们到底要走到哪里去？请问一下，台下的坐着我会有点不好意思。不是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再来一次喽。没指标了，这样就好。当然，你以为他们会配合啊？恭喜顽童夺下第14届 KKBOX 年度风云歌手。只不过1月26日的 KKBOX 风云榜与顽童在高雄举办的干大事巡演撞期，只好提前领取讲座。会不会觉得很遗憾？不会。我没有，开玩笑。有去过包厢吗？没有。都没有去看别人。有之前看热狗的时候，有热狗自己人嘛。还有周杰伦。你们去的包厢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包厢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包黑屋。对啊，不至于，有装潢，有地毯啊，有地毯，有包黑屋。你越来越浮夸了。抽到的 Prime 会员将会进豪华包厢，你猜可以一边干嘛？吃东西。对，难道有按摩吗？对，该不会可以洗澡吧？对，才怪啊，怎么可以洗澡？没有，你把我当作爱情摩天轮在使用是不是？这是我们跟蔡依林团队定制的皇后陛下的翻糖蛋糕，这应该没有人会真的吃它吧？一般是不会啦。对，还是你想试试看？嘻哈人总是跟人家不一样。我没关系，我很少吃甜的。那就大冤喽！假矿买矿，蔡依林记得我后假不？他是真的可以吃的，这个当然的。啊，不算了，没关系，太可惜，害我好期待。黄子佼也将站上小巨蛋表演，特别向顽童讨教。应该说就是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觉得如果要紧张的话，因为不是都会有那个聚光灯吗？对，眼睛看灯就不会紧张。那我会瞎掉吧？你想害我？因为你不会看到人啊，这个灯再往旁边一点就不会看到了。这样吗？看对缝缝吗？看缝缝，这样会不会很像费玉清在唱歌？就是不会看观众。因为你这样抬头的时候，你们真的是拽拽的脸，他们看起来会觉得你很拽。拽拽的。其实你那时候在紧张。哦。碰瓷继续耍帅，耍帅，很自然这样。他觉得你是故意的。顽童也为了高雄演唱会积极准备中，有控制一下瘦五公斤。我扭伤后我就没来瘦，因为他们说不可以，就是受伤之后不要减肥，因为你要更多的能量去修复它。反正就单纯扭到，就是你的日常，我的日常中扭到了。从脚好后我就付出减肥界。运动界，我跟你们说，筹备的状况大概怎样？还没开始筹备。太诚实，太诚实了。就是说，我们准备好80%，准备进行要练团，这个，对，的确是准备要进行。对，我们要开始练团，要开始练团。我昨天才把那个定妆定好了。啊，对，昨天定妆。其实我们是有进度的，不要这样子。